送机床吧，它可以说它不仅仅是工业母机，嗯，它是工业母机的工业母机。你不管是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游的，这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也好，或者生活装备也好，都离不开数控，数控机床。因美国那个科幻片《鹰眼》里面，当你的工业设备被人家控制了，它是可以杀人的。但是也就是因为历史上，这个西方都在强调全球化的分工，所以呢，我们中国发展过程中间确实绕过了很多山头。这些山头呢，可能你比如说，尤其以这种基础性的一些技术，特别是工业的一些软件，就没人去搞。为什么没人去搞呢？是因为搞这个根本就不赚钱。它的投入，它的这种巨大的投入得不到相应的回报。再加上那个年代中国的知识产权的体系也没有完全建立好，所以你搞完以后一倒板，国外的也倒板，所以它就没有一个生搞软件，搞工业软件就没有一个生存的空间。反而呢，搞什么软件比较赚钱呢？你比如说搞网游，搞电商这样的软件，你看中国的一点都不比国外落后。有人老问到我们跟国外的差距，我觉得其实是就表现到一个技术成熟度的差距。这种技术成差距就体现到它是要不断的技术迭代的，都是有巨大的一种投入才能够实现的。因此呢，就是说这种硬骨头啊，这个我们也绕过去了。这主要是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过程，也就是说我在0-1研制样机阶段，国家给予了经费，觉得国家应该持续的给这些做得好的企业，在1-10的阶段，包括它的生产条件的改善，生产能力的提升，它的技改，是吧，从这些方面要给予大力的支持。实际上呢，我觉得可能未来更有希望的还是在我们的民营企业。现在有一批民营企业，特别是通过介入3C 这个行业，他们掌握了机床的很多核心技术。18罗汉垮了，其实给中国的机床行业留下了一个更好更大的一个空间，让我这一批企业，我们叫做匠心制，我们有个群叫做匠心制造好机床的民营企业的群，这些里面这些老板真的是有激情有责任，而且呢有兴趣，就是他们就是这种追求，他就是把它作为自己的爱好在做，做了很多很有展示度的事情，我们都是非常佩服的啊。国内的数控系统企业来比，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是跟华中科技大学产学研一体化这样的合作，这是别的国内的数控系统企业所没有的，我们而独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。我们在那边有一支10多个老师，60多个研究员，170多个研究生组成的这么200多人的，快300人的一支这样的队伍。这支队伍呢，他那边并不做数控系统的产品，但是他在做我们一些核心的单元技术。做完的技术，那么他可能把0-1做完了，那么1-10这个技术单元技术就转移到华中数控，华中数控把1-10把它做完，最后变成产品啊，这样就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甚至产学研一体化这样一种模式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希望能够留住那么1000人坐下来静下心来埋头去干它5年，
我相信我们就相信这个没有攻不下来的。突破的这个一个就是五轴联动，五轴联动呢，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因为五轴就是按轴数，国外就给你限制，说你这个过了五轴，那就得审，就得要政府审批，是吧？要国外的政府审批。第二个就是高速高精，高速高精呢，像这个国外像一个微米以内的机床，它就不卖给中国。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一微米以内的机床，这也是实际上这就是卡脖子的，或者是打破封锁的，这是两项关键技术。还有一些像什么多轴的这个同步驱动啊，多轴复合啊，还有这个像里面的一些线长总线啊，这样的一些技术啊，这些呢也都是跟跑啊，我们就是跟跑，我们突破了，我们当然跟这个国外可能还会有些差距。网络化这块我们在并跑，这个国外有的我们也有，我们可能不比它差，是吧？真正我们能够领跑的就是我们的华中九型。华中九型里面有很多原创的技术，这些技术是国外所没有的。我们的数控系统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嵌入了人工智能的芯片，这也是我们的创新啊。不断的提升，我们也有计划在国际市场上做些事。实际上我们这个华能数控有一个国际事业部，这是最近这两年组建的，也就是说当我的东西好了，我又便宜，我的功能还挺强，我为什么不能在国起码在国际市场去给它捣烂都可以啊，就是我们也在加强跟国际上的一些合作，是吧？这是双循环，是吧？刚才谈到这个卡脖子的事情，我前面呢也说到过，就是说目前可以说基本上卡不了脖子。我现在是能用国产的，我就在用国产的，那我已经在切换了，我也不，他就是卡我的脖子，我就切换的更快。